问三小只，生日愿望分别是什么？如果其中一个人生气了，另外两个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哄他？生日愿望嘛，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掐架嘛，不要一直掐架，就和平相处啊，也不叫和平相处，就是大家就回到和以前一样就好。替你说一下，我没想好，我想一下。我也不知道我那个说的好不好，说不知道能不能说。就是希望大家都一直在一起嘛，然后一直努力下去。王源，我就是开心就好。生气了吗？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呀。对啊，就是没什么。如果是这种就是之间的吵架的话，会去认错啊、道歉之类的，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，是吧？反正就是，兄弟吵就是越吵越好嘛。还有网友提问，三人中谁最怕痒痒挠，请现场实践一下。来大家可以看见，其实他是最怕痒痒挠。对，你看他是最怕的，他冲我这儿了，其实我们可以说，其实我真的还好了。我可以说一下最不怕的，什么都怕。我可以说一下最不怕的谁？我觉得胖虎。对，胖虎。我觉得最不怕的应该就是我。就是胖虎，没错。真的，我觉得我没有亲戚这么胖呀！你看，干嘛？你看，就是啊，好痒，不行了。好嘞。